首先请您欣赏相声童年故事，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大姐多粗犷，怎么这眼神都看错了，真是的啊。谢谢这位，谢谢今天的好朋友们。哎，今天来到这儿啊，观众呢也在陆续的进场啊。我们这是头一个节目，开场活，头一个节目不好表演，是吗？因为头一个节目呢，就是给观众进场的时间，观众坐着熟悉一下座位，顺便看一看我们，要不然多尴尬。心里边也明白，人家来到这儿是看谁来的呀？看谁？看我师父郭德纲。太对了，还有于谦老师。没错，人家都是名人，我们就是个人名，哎，也就是个代号。不出名，观众都不认识，保不齐也有那么一位两位的知道。刚才那大姐啊，对，确实跟人家没法比。像我师傅一上台来，观众呐喊：“郭老师，我爱你！”哎，郭老师，我要跟你生猴子。这都什么传统？这是啊，现在就行，快点下来呀！观众是听相声来的吗？啊，我先脱，你随意。哎，要不说美国豪放呢啊，他们这喊得很随意啊。我师父在台上特别的尴尬。那可不吗，脸腾开就红了。用手一指那女观众，还是女的，来后台。你来，哎，不像话，什么叫来后台呀？来后台好好教育教育。哎，得说说他，当着这么些人怎么能喊这个呢？就是的，发微信呢？发，没听说过私下聊的，跟人家没法比啊。那不一样啊。但是呢，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有这么句话，好坏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那得介绍一下，先简单的说一说啊。我叫张鹤伦。哎，是啊，不出名啊。别、停，哎呀，您还真配合的，他都别停了，这不敢奢求您的掌声。啊，有朋友说了，怎么一上来就要掌声啊？对呀，要别的他们也不给啊。哎，这给什么？还啥都给，这不好吧？您是一个丐帮的演员是吧？不是，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懵懂少年什么都想要啊。他们说什么都给啊，有掌声就可以了。现在真的观众太豪迈了，真比我们豪放多了，是吗？经常以前是我们说，谁说的？观众没动静了啊。以前我们在台上啊，说一个什么小笑话啊，那种擦边球的小笑话，就是看一看观众羞涩的表情。是。现在观众会说一个更擦边球的，看我们羞涩的表情。可能观众那擦边里边了，我们现在不敢这么说了。所以说跟观众来说呀，就是都是朋友，那多新鲜，不见外。对，好，到介绍完我了啊，也要介绍一下旁边的这位演员。您把我忘了呢。这位呢，还是算了，别介呀。有人类的名字吗？本来就是人呢，自己说。那您这介绍一下，我这我一琢磨，我在台上不能宣传淫秽的东西。我这名字是马赛克是吧？您已经擦到边那边去了啊！自己说敢吗？那没什么不敢的。你说一试试。干嘛试试啊？好，大家好，我叫……闭嘴！吓我一跳！我的天哪！吓我们一跳！真要说呀？没有假的。准备好了吗？我一直准备着呢。行，说一说，我们听一听吧。我叫郎鹤炎，谢谢大家。还真有鼓掌的，大伙捧。确实我也能感觉到观众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嘛。对了，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没错。至于这种情况，哎，不，您等会儿，我说怎么到我这儿搓两辈呢？我都是咱的亲人。哎，这不假，来了就是捧我们来的。是喽，而且您能来证明您会活着。怎么呢？那得有时间来这休闲娱乐一下啊，消遣。不像有的人啊，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加班上班下班吃饭加班上班下班睡觉加班加班吃饭睡觉加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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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您说这是个别现象，多么的惨淡啊！所以说这样来这娱乐一下挺好的。好，尤其我师傅他们怎么样？都是大腕儿。
明星来到这儿，人都为了看他们看演出。当然了、嗯、尤其我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又来到了美国啊，得感谢我的师父。太对了，当然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那没错，没有人家的怎么了，想好了再说啊。哦，对对对，全体演员，哎，不小心把实话说了，对对，那个没有，啊，没有那话，就是全体演员，嗯，感谢人家，尤其我师父带第一次来到美国，嗯，啊，去了一个这就是洛杉矶啊，还有旧金山啊，马上下一站，纽约，嗯，啊，迈阿密，好多地方、哦、啊，都说迈阿密热啊，我听过这个，对呀、啊，但是我觉得东京也挺热的。孩子知道的真多、啊、也是刚听说哦，不知道哪里热，要比一比呢。哦，不用比啊，没有你那儿热。到这儿来说啊，到这儿你得学、嗯、你得知道，是吗？跟观众聊一聊天哦，就是观众知道看什么样的。看，确实我们长成这样挺难看的。哦，您说这模样。对了、嗯、模样差一点是，但是我们自己又认为长得难看又怎么了，我们自己又看不见、嗯、俩缺心眼儿，对对，自己开心就好了嘛。啊，来到这儿主要是为了快乐，为了消遣娱乐，带着朋友来听一听、嗯、带着媳妇来听一听、啊、或者带着朋友的媳妇来听一听。您先打住吧。怎么了？有带朋友的，有带媳妇的，没有带着朋友的媳妇的。你听听，你还是不了解洛杉矶呀、啊。这个城市是你能想象得到的吗？我都想撕护照了。真的，这比较开放的城市。没有这么开放。这今天这么多位呢？啊，我还甭说啊，哪位是这么的？简单的调查一下。您怎么调查？这边带着自个儿媳妇来的，取下手我看看。就打，真，剩下都是别人的吗？这不胡闹吗？玩的太开放了。哪儿啊？那位大哥举手了。哎，对，两口子是不是？啊，两口子。谁信呢？到底是不是啊？我一说两口子，大姐在这捂嘴。好，连脸都捂上了啊，特别的羞涩啊，人不好意思。确实啊，没关系，是两口子，祝你们幸福。哎，不是两口子，祝你们平安啊。啊，照您这么说，没出门就得打起来。没事，四个人好好过呗。哎。都有对方啊，不是人家旁边不还有一对呢吗？哎，您别一块划了，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开心，就是为了快乐，找乐嘛，就在享受这个过程。是喽，尤其不是看我们来的，嗯，一会儿呢，我们这个主角就马上登场了。哎哎，渐渐的，你看现在好多观众啊都在找座位，陆陆续续的进场，陆陆续续的进场、嗯。所以说呢，简单几句话，三句哈哈，两句乐，让大伙儿对我们有一个了解。知道了。尤其拿我来说吧，怎么样？在这个舞台上，觉得说多了都丢人。怎么丢人了？因为没有特别高的学历。哦，您学历不高，对、啊、学识也不是很渊博呢。我觉得这两句听着可以呀、啊。嗨，您什么学历？什么学历？不值一提啊，不值一提。哦，那个牛津。哟，我这位太谦虚了。牛津怎么了？牛津不错呀。牛津我吃过。你是烤串是吗？怎么了？人牛津，我们以为牛津大学呢。怎么了？不要瞧不起我。啊、没瞧不起您呢。您什么大学？我大学我在北京上的呀。我还知道。啊。不要跟我们这些国外的高材生相提并论。什么外？国外。国外？你怎么不让人卷出去呢？还国外？国外？别老抠我痣眼行吗？我什么时候抠你痣眼了？土字发音嘛，你赶紧裹出去吧。土字发音，你不要知道一个成语就黏黏自喜的，不是沾沾自喜吗？你这个成语好恶心呐！你看卖弄学问，你看着没有？啊、看着没有？知道什么叫卖弄？是不是？知不知道？您这有辱斯文了就。你先别瞧不起我，别瞧不起我们这些没学问的。行行您别说您们，我也没瞧不起您。德云社这么些人，你轮得起你吗？什么叫轮得起？轮不起的呀？啊？干嘛呢？咱摇号去了，这怎么了？我师父来讲，怎么了？人家学历高吗？
郭老师，你敢瞧不起他吗？我没有瞧不起。我师父的学历就是小本。对，不是，您这也不对，怎么叫小本呢？小学本科。小学就没有本科。于谦老师啊，幼本。那甭问了，幼儿园本科。嗯。岳云鹏。小岳是胎本。胎。就这十个月的学历是吧？胎教异业。对。您说他活下来就不易是不是？怎么？您高行不行？我没多高，就他一个。嗯。德云社就这么一个高材生。也谈不上多高才。这是清华的落榜生。别提清华这事儿，没考上清华并不丢人啊。那咱也不露脸呢，谁还没有个愿望和理想吗？梦想应该有。当年人家的梦想也是考清华。对，考清华失之交臂。哎，没差多少。考清华是差了620分。嗯，嚯，自己也顿足捶胸啊，没考上。您等会儿，我还失之交臂，差620。对啊，我是大傻子是吗？你能不能低调点？还我是大傻子，您自我介绍来了？不是不是，这就是疑问句，我是大傻子啊！我发现没法跟你聊天了。不是，我不是说差了620，不620都知道620吗？都知道620，我考了620，考了。对对对。考了620分，嗯，但是仍然没有考上清华。对，因为那年的录取分数线是10000，哎，活不了了，然后就失之交臂。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天，让各位听听，620，10000，我这胳膊得多长啊？反正没考上，对不对？没考上也没有10000的录取分。哦，听说10000分的吗？他们胡说的，对不对？嗯，但是呢，也报考了自己理想的学府，我的第二志愿是蓝翔技校。我那儿。在那里学的挖掘机专业，这不是胡闹吗？谁蓝翔的呀？还挖？哎，你先等会儿，挖掘机不都一个钩吗？你怎么来俩呢？好的，双学位，双学，硕本连读。您成了，行行，好家伙，您这是盗墓去了，这怎么了？还双学位还是怎么了？啊，没有这学位，也没有硕本连读这个的。不是不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北京的大学什么呀？北工大。北工大。对，北京公交大学。哎啊，学的是倒档系。您这倒都倒，您等着，您这都没听说过吧？这不是公交大学倒档系，不对吧？毕了业都不能往前开，你知道吗？毕业那得考研，考什么研呢？考研，考研就能往前开了？怎么不加醋呢？这考研呢？北工大是北京工业大学，不是倒档系，计算机，计算机学院。他非得把学院说出来，多新鲜呢！北京工业大学，哎，计算机学院的，不错。但是他在技院当中是可算是了。又怎么了？什么？这不又怎么了？你说谁是干那个的？计算机学院简称技院，有没有？有没有？自己说。有。有，你跟我倔叫什么呀？没想到校友都来了。嗯，都这么简称，这并不丢人。啊，不，这两码事儿。就此技院非彼技院。对对。因为他在技院当中是头牌。哎，所以说是表一样啊。照相的时候在头一排。我天哪，你一定要说清楚了啊！这一个是照相的位置，一个是工作的性质，你知道吗？这不是重点。还不是重点呢。重点是毕业之后啊，人家分到了东莞。我就没去。怎么样？我实在不敢去那儿，我这模样到那儿算业界良心，你知道吗？嗨，有喜欢这个重口味的。你活动活动吧，你哪儿的事儿去了？我上那儿干嘛去？没去过。不是管理吗？管理什么？不是算数吗？我学计算机的，不是学计算机的。我这不是算数吗？计算机。那你那么说，我应该是在那儿做 HR 的才对。嗨，你甭说这方言，这是方言吗？这是。
没这么挤的人的啊。我不管，反正对不对？哎，这是计算机专业，对不对？对 对, 对。但是话要说回来哈、这个专业在我们的这个德云社来说还是比较了不起的。哎，这但是德云社确实没有让你发挥的空间啊。是因为都是男的。对。嗨，也有那个你不了解的啊。行，不了解就不了解了。当然了，话要说回来，我是比较羡慕人家的这个学历的。不就是这些学问吗？因为什么呢？上学的时候，我就没上完。那您干嘛了呀？就初中刚上那会儿有啊，你不爱学习呀、啊？那童年就不学吗？可不嘛、啊，那小时候哪有时间学习呀、啊？那干嘛去？天天玩啊！太贪玩了。对呀、啊，那老师天天逼着我们啊，学习背课文。对，也考背什么？尤其那个语文课，语文就是背呀，《唐诗三百首》天天背。太对了。考我们诗仙是谁呀、啊？谁呀、啊？李白、诗圣、杜甫都知道。诗王、谢逊。对。谢逊，那不金毛狮王吗？还是个瞎子？还是那怎么狮王？白眉鹰王是吧？狮王，辛巴，对不对？狮王，嗷嗷！你们您学那狼那是？狮王，狮子王辛巴，人问狮王，狮王，嗯，黄飞鸿。越说越不对，黄飞鸿，狮王争霸，黄飞鸿，他爸让人抢走了。您这脑子里有没有点文化呀？狮王白居易，我认为狮王是屈原。怎么改屈原了？因为只有屈原给我们留下了三天假期。那照您这么说，狮王在这儿应该是圣诞老人。屈原，感谢屈原。屈原是河南人，是死在了湖北的汨罗江啊，跳江了。面对着滚滚波涛的江水，怎么样？抱着那本《离骚》，他的著作，心里边感慨啊，哎，怎么了？那说这是能啥来着？这嚯，听这口音，屈原还是驻马店嘞？那帮日，那不学咱那个时的啊？看来咱那个时还是不够骚啊。对，这叫什么话呀？哎，不活了，死了。投江里死了，跳江了。后来人们开始弄粽子嘛，哎，对对，怕屈原上来完了扔粽子，啊、我下去，让你留作业。对，不是这样，您拿屈原当您班主任可不行啊！哎，不许这么诋毁我们班主任，知道吗？我怎么诋毁您班主任？我们班主任那对我来说是了不起的一位人，是吗？他在我心目当中，我认为就像一个蜡烛一样，还真对了，燃烧了自己，烫伤了别人，烫伤不是照亮。无所谓，别离那么近啊！反正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好好，那时候我们老师就对我说：“一定要好好学习。”对，知道吗？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现在不努力，长大当难记。哦，对于所有人来讲，那你们老师是东莞的前辈啊，鼓励我们学习呀、啊。哎，没有后半句啊。当然，话要说回来，我那时候也没少受老师的那个就是熏陶。哎，对了，鞭策。那您语文不学，您就什么？也学呀。还有什么呀？这唐诗咱多多少少也能背出来点啊。能背出来吗？唐诗三百首，你背啊？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吗？木兰辞那是。都有这个。能行啊？不行啊，那个说半天不行了哟，到底能不能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无所思，女无所忆。昨夜见君帖，可汗大点兵，居住十二卷，卷九云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缔耶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可以鼓掌了。书里边都写着了，你知道吗？书里边写着可以鼓掌了。对了，您打小就学表演的，出师表背过吗？出师表背过。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花光预算。对。后来说啥了？不去。您这不是出师表，你知道吗？您这是会计报表，这是。我们这出师表哪出事的？没出去，没钱就回来了。这能打仗吗？这个这是内讧的事儿，不像话。这跟你说多了你也不懂。您这语文不怎么样？谁说？那当然了，那时候不爱学这个。哦，咱有自己喜欢的呀。除了语文什么？美术课。哎，这算副科了。哎，那怎么了？画画吗？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哦，那时候用小小的画笔描绘美好的明天。我这句就给您说的。啊，你看他鼻子还能蹦字儿，你看看，看。你得学人家前辈啊，人家叫临摹呀。对了，你比方说那个徐悲鸿啊，画虾是，
谁说的？谁说的？你说谁说的？徐悲鸿画马，齐白石。对对，徐悲鸿画瞎马。对，齐白石。瞎马干嘛呀？怎么不画谢逊去呢？哦，徐悲鸿画狮王。我说什么有什么呀？画狮王吗？画什么呀？徐悲鸿画马，齐白石画瞎，李谷山画鹰，哎，黄胄画驴，还真知道，对不对？嗯，谁都知道。我也那时候临摹呀。您这临摹都从小动物开始吗？我问您呢。我呀，我画蛆啊，多恶心呐！什么叫恶心呢？一个卡哇伊的小蛆呀。你觉得蛆卡哇伊？你觉得它可爱？对，卡哇伊的是那的。小蛆一画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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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蠕动，我。哎呦，你这是离蛆有多近呢？这，你得观察生活呀。谁观察这个呀？心里边不要太肮脏，知道吗？看小蛆蛆可爱着呢。没觉得？这都代表作品什么？八蛆图。哎呦，这我们只知道八骏图、八匹马，我们这是八只蛆。那有什么可画的吗？不一样啊。哪儿不一样啊？开心蛆啊，悲伤蛆。卖萌区，嗯，流氓区，小区区哪儿去？他好了，他好了。这最后一只是本色出演啊。那时候啊，画这个，哪时候也不能画这个。百区争艳，百区争艳，对，不就是万区抢屎吗？说的那么高大上，你瞧。蛆，你疯了吧？没疯啊！不是画一百只蛆，中间画一坨这个，那蛆能吃什么呀？艳丽的艳，模样啊！对了，哦，表情，哪个是大眼睛蛆、双眼皮蛆、玻尿酸蛆？他够得了那一针的钱吗？这你管着吗？真够讨厌的，你这万蛆奔腾多了。啊、行行，那就是马桶冲下去。金陵十三蛆，你拉倒吧！以后谁还上南京去呀？多了，小蛐蛐找妈妈，你就打住吧。小蝌蚪找妈妈，童年的小故事我看过，跟您这改的、没看过您这童年改一个小蛐蛐找妈妈，哎，蠕动我，哎呦呵，历尽千辛万苦啊，好就碰着一个苍蝇，怎么样？苍蝇正在这吃饭呢，怎么吃？好，要不说艺术源于生活呢，我就是没苍蝇拍啊。小蛐蛐过去，你是我妈妈吗？还挺萌。我是你二姨，你妈在那个坑里呢。嗨，可不就在坑里吗？蠕动到那个坑里边，碰着一个屎壳郎，正推粪球呢。还是本家。走走走走走走走。上这儿我配合你来了。你是我妈妈，你妈被我推走了。合着我是那他妈，历尽千辛万苦的一个过程。别胡说八道！你看小时候你不都得看这个吗？你小时候看点别的。不是你有童年吗？谁没童年？你拉倒吧你！我怎么没有？你有童年？当然有了。你生下来就三十了。我娘胎里待29年是吧？生下来是个肉球啊！好家伙，他爸爸啪一刀劈开了，他来个空手接白刃，哈！您说这不是怪物吗？父，为何这样对待孩儿？我还能蹦字儿，妖孽！为父拿宝塔收了你，还真拿我当妖精了。后来给你起个名字叫哪儿托，我这个，对吧？什么什么什么？哪儿托？什么叫哪儿托呀？哪儿托闹海？我天哪！我还真得抠抠你智眼了，我是。哪吒嘛，哪吒闹海呀、啊？不是哪儿托吗？哪吒，正字念哪儿？人呢哇哪儿？哎呦，你这个拼音在蓝翔学的吧？你管我在哪儿学？哪吒哪儿哪儿 where？ 我牛津的我。哪儿 where？ where 哪儿脱？对了，哪吒英文名叫 where take off。你牛津的，你还大腰子的呢你？对 ，where take off is 在海边。一直在海边，这还是天津人是吧？怎么了？天津怎么了？在海边，在海边干嘛？在天津，条件龙王上来给我搓搓后背、啊。走走走走走走。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了？这什么童年？这什么动画片？这是
小时候都看过这个？我没看过这个。那哪儿脱都这？哪吒。金脱木脱哪儿脱？金吒木吒哪吒。扎塔李天王。有多疼啊！扎塔李天王。脱塔李天王吗？对呀、啊，哪儿脱？它合情合理的嘛？你随意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去。行行，你先别着急，我不着急。怎么在台上要自爆啊？我自爆什么呀？你自己说吧啊。那我问你，那我问你，考考你啊，那个哪吒为什么只穿短裤？这玩意儿谁知道啊？你不知道，你跟我犟什么嘴啊？我不知道，那你说。告诉你，记住了啊，哪吒之前穿的是长裤，后来风火轮了没了。好开心，有意思吗？啊，我怎么觉得洛杉矶现在这么冷啊？这有什么可研究的？这是，我说您呐，您看看小时候的故事，你觉得这研究它的背景啊？你研究那更久远的。咱这么着，哎，咱既然在国外啊，咱就说一个国外的动画片。好好啊，怎么着？说一个格林童话。什么故事？啊、马上高大上了啊！不是，您先别着急啊，再说一个灰闺女。对。哪儿高大上去了？怎么了？灰姑娘，灰闺女，姑娘，闺女，姑娘，哥挖龟。他这拼音里老有挖的事儿，你知道吗？郑钧不还唱过一首歌吗？啊，这我倒听过，就是唱灰闺女的。您给学学吧。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只是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呦，灰闺女，得，我的灰闺女。你这都听过去。洛杉矶也听盗版的啊，都有童年啊。什么童年呀、啊？这是半夜12点钟啊，灰闺女要走，王子拉着她的手，主要情节，别走，我不是再待会儿。我说您等等，妈呀！我仿佛又看见一只流氓蛆。不是。王子内心的潜台词，您这么理会的吗？这是内心的潜台词。别走，待会儿，妈呀，臭流氓！灰闺女说话了，说什么了？不行，哥，到钟了。对，啊，你回来，回来，什么胡说八道呢？这是。怎么了？胡说八道了？哪儿的？这到钟了，到12点钟了。多说一字没关系，少说俩字要人命，你知道？不是到12点钟了，我得回去了。是，再不回去，妈妈该生气了。哎呦，您能不能别出这音儿啊？怎么了？您就直接说妈妈就完了。儿童动画片嘛，就得萌一点。妈妈该生气了。您学这就太恶心了。这妈妈，不别来这，你这，你好好点儿。就他妈，那得回去。好多了。这人就得这么治他，你看见没有？不是，您不要发嗲啊。动画片嘛，就他妈妈。哎呀，快好了，回去。心脏都碎了，反正。我看你对这个国外的动画片还是缺少了解，确实没看过您那版本的，还是说点国内的好不好？哎，让我们找找共鸣吧。还是说点国内的吧。说国内的，说点生僻的，我怕你不太了解啊。您咱说一个大伙都知道的，什么？《西游记》。哎，这还真瞒不了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对不对？唐僧带着一个猪，对，还有一个猴。您先等会儿。旅游的故事。没有我的事儿。哪说你不去了吗？我没去。算了，就是旅游的故事，当中呢很经典，主题歌也很经典啊，对不对？有那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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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啾啾，主题曲这是，对不对？还有那个刚逮住几个妖，哎，第二部又逮住几个魔，魑魅魍魉怎么他妈这么多？对，我这您这，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有完没完？可以了，可以了，你有完没完呢？
不是，这猴子还骂街呢。潜台词，什么玩意儿有潜台词？魑魅魍魉怎么他们这么多？对，我唱的也是啊。啊，魑魅魍魉怎么他们这么多？我唱的也 是吗？不是，我唱歌的时候你把耳朵撩起来听着点。我还是八戒，你瞧瞧，听清楚点啊！你就别唱这个了，就主题歌嘛。嗯，动画片的主题歌啊，什么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但是我一直就纳闷这首歌怎么了，小时候就很纳闷啊，白龙马蹄儿朝西，蹄儿朝西不是往东走吗？白龙马不能这么走吧？来来，合着这白龙马是拄着拐走的。那白龙马这么走啊？好嘛，行了，这样又改成轮椅了。我说人家就得这么唱，你要真说西天取经蹄儿朝东，没有辙韵。谁说的啊？白龙马蹄儿朝东，驮着唐三藏跟着孙悟空。哦，哎，哎呀，还真是啊，人家真能改。小表妹儿，这都是学问，都得慢慢学。你们蓝翔不教这个吧？蓝翔不教这个，蓝翔就挖双学位去，我这。都得学这个。小表辈是什么玩意儿呢？对不对？哎，你还有那个当中很经典的一个桥段啊，对不对？唐僧路过一个地方，哪儿啊？叫女儿国。这我太知道了。国王看上唐僧了。对，女国王。哎、对了、嗯，国王长得那个漂亮，怎么样？可以说是眉黛春山，秋水剪瞳，眉梢眼角说不尽的万种骚风情。比花花皆玉，比玉玉生香，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这木兰词里没这几句，可爱之极呀、啊！哦，啊，拉住唐僧的手，玉帝哥哥啊，别吧，哎别，待会儿，妈呀，串了串了，啊，串了，那王子又出来了。哦，对不起，因为他失态了，失态了。好好想想，玉帝哥哥，你等什么呢？玉帝哥哥，说反了，别走，待会儿嘛，写出来，玉帝哥哥。Perfect。 花那么多钱就学这六个字儿，当时还深情款款的唱了一首歌嘛，唱什么了？叫女儿情。怎么唱的呀？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我美不美。今天是女国王包场啊，玉帝哥哥，哎，行了行了，这回齐多了啊。玉帝哥哥，留下来好吗？还问呢？就一宿。对，这是国王吗？唐僧得道高僧，阿弥陀佛，那就来吧。啊，你怎么不叫我？你等会儿。你把这个给我挂上！我天哪，我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呀？袈裟！别来这套！袈裟呀！胡说八道！怎么了？袈裟只有一边，你挂两边。双杀！双 ，Double Q。你呀，哎。猥琐发育，别浪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这个。稳住，我们能赢。稳不住了，我先清理兵线去吧啊！这不是袈裟，袈裟就袈裟了。再说，您说这是唐僧吗？这不是唐僧啊，这是八戒。这不胡来吗？让老猪替你，那就行了，行了，老猪替就是喷他 Q 了啊。国王很生气啊，走开，这都死猪。你就
没我们。行，唐僧给你面子你不要是吗？啊，怎么着给你面子是不是不要？你以为老娘我离开你就活不了了是吗？国王说老娘了都。那家伙，老娘我有的是人啊。您有就有吧。各个国家的王子都对我垂涎欲滴的。没看见来过。哎呦，老娘一唱歌都到位。您一首歌不能都来呀。老娘我会外语啊。外语不能都搁一首歌里。你听着呀。啊，萨瓦迪卡，人要是泰国的。阿莫 baby， 卡莫 baby， 说的是你亚马的。别唱了。首先，请您欣赏相声《我是歌手》，表演者张鹤伦、郎鹤炎。谢谢谢谢，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感谢大家，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特别的开心，是，真是特别的激动，嗯，啊，今天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哎，当然心里边也明白，明白什么？看谁来的呀？谁呀？看我师父郭德纲，哎，看郭老师，人是明星，对，大腕，哎，著名的一个小黑胖子，那没错，好多，你先等一会儿。怎么叫小黑胖子？现在世界都知道一个小黑胖子火遍了全世界。你能不能不要比划这个头啊？这也太矮了。你矮了这样呢？哎呀，我怎么让郭老师坐电梯呢？这是，我的天哪，嗯，在你们心目当中他到底有几厘米？哎，厘米像话吗？我不爱说我师父的个头。您刚才就没少说，就因为老说这个头的事，我师父在后台没少骂我。那可不，当着所有徒弟的面指着我鼻子骂我。我们亲眼得见。张鹤伦，对，张鹤伦，以后在台上要再敢提我的个头，我就抽你，就抽你知道吗？好，反抽。哎，反抽。师父这两年没少长啊。哦，都跟。哟，好有根，嚯，就这一套打的我这膝盖，您听，别打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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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对不起，你先站起来，我就没明白啊，蹦那么高才打在你膝盖上，我没说清楚，怎么回事？我当时蹲着呢，哦，那更不像话了。合着师傅在地下一层抽的你，别道道歉嘛，么么哒。这师傅掉井里了，这是跟人家道歉。嗯嗯，咱们来这儿说两句话，不都沾着我师傅的光吗？哎，沾德云社的光。要不然在座的朋友谁认识我们呢？那可不是吗？但是呢，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怎么意思？好坏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那是必须的。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您说吧。我叫张鹤伦。哎，是他，德云社的一名。普通的小演员，我以为你放出来了呢，我也没进去啊。是你少着离着远点啊。到人家这儿了，哎，该我了，得隆重的介绍一下。您太客气了。旁边的这位是张鹤伦的搭档。大家好。结束了啊。那个演员在台上。别这样，没说我哟。也有人类的名字，多新鲜，本来就是人呢。姓什么？郎，姓郎啊，叫郎鹤炎，是我。现在您要是能上网，你搜索一下，怎么？网上有视频，有图片。对对对。当然可能这两天扫黄屏蔽了。他因为，我跟你讲，不像话了。怎么了？我什么视频扫黄的屏蔽了？不是露点的吗？我哪儿露点了？脑袋上没穿衣服。脑袋上没穿衣服叫露点呢？主要您这光头啊，人家以为是屁股呢。没听说过，我是爱刮光头，是不是？是是。光头来说都有个历史。有什么历史？前段时间这光头在哪刮的呀？啊，在庙里。我到寺庙里边，老方丈找那个叫有一个什么寺了，叫什么残障寺。对，到那儿啊，残障寺，那去那儿都是大傻子吧？不是。禅修禅的禅禅禅杖寺。哦，禅杖寺里边有一位叫低能方丈。嗯，低能啊，那就是禅杖寺。智能方丈。对了，那有没有触屏师太啊？
你这买手机来了，这多新鲜，哪有智能啊，这什么名字，这是智字辈的智能、啊、智慧、哦、智窗、嗯、等等、啊、智慧的小窗口，哎呦好家伙的，我以为是个病呢，有学问哦。好，老方丈，嗯，老方丈我要剃度出家，这我说的。老方丈一看是他，嗯，当时说了一句话，给我滚他妈犊子。这寺庙是东北的是吗？怎么呢？那老方丈人出家人就说这话，不是老方丈很生气呀？啊，好家伙，又是你是不是？哟，我还老去啊？好，上个礼拜来了说要剃度出家，我刚给你刮完头你就跑了，就为省点剃头钱。您是不是你？没有这回事，说的就是他，太玩笑了。郎鹤炎，嗯，现在来说德云社来说都知道他，哎，捧哏的演员当中他算是诈骗的一位。对，好多那都知道是什么事儿啊，诈骗呢。站在桌子里边有一句正词吗？怎么了？没有什么正词，就嗯啊哟呵哎呵啊哟啊。我干嘛呢？捧哏嘛。我是给日本人捧哏的，是怎么的？也有欧美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呀，我这声是这样吗？捧哏的你们词儿不就是嗯啊这是哎嗨呦呵别停腾，是就这么点词儿。你先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他老不信。你先等会儿吧。我怎么了？这别停腾是怎么回事儿？你懂的。我跟你说啊，我不懂。怎么不懂？怎么回事？动不动有那个逗哏的拿扇子打你们，别停腾，有没有？你回忆回忆你挣钱的时候。我们挣钱的时候不让喊，那是客户的要求。对，什么客户的要求？我哪知道？没有这事儿。没，站在桌子里边，嗯，说两句话。有些能耐应该展示一下，那该露脸的时候得露脸。捧哏演员都会什么啊？四门功课、嗯、说学逗唱哪门行？哦，您要说这个来说，我学还可以。能学？对 对, 对，能学什么呀？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各种小曲小唱我都会点。有这能耐？有点、啊、那来一回啊。可以啊，来一回。天上飞的啊，天上飞的学一个。来什么？学个云彩。云，我学云彩。你这个色儿，你学个乌云。哦，我这脸黑点就学乌云了。对呀、啊，这没法学云彩呀。云彩怎么不能学呀？我也没注意云彩什么样、啊。虚无缥缈，变化万千啊！啊的天，飞呀、啊！风一吹啊，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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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这学的不是一垃圾袋吗？你倒挺环保。云彩嘛，云彩也不是这模样啊。云浪，云浪，没看出云，看出浪来了。你学，你学。我学不了这个，学不了。天上飞的别的行吗？别的可以啊。别的学一个，来，嗯，擦屁股纸。我学一擦屁股纸。对。哎，我学那用过的还是没用过的？用过的。那用过的都冲了，也没注意什么样儿啊？扭曲一点嘛。好，好，好，合着你是拿云彩擦的屁股是吧？你告诉我怎么撅起来的？那你使劲飞高点不就完了吗？学不了还净说那些没用的，这都不叫题目。地上跑的行吗？哎，地上跑的，地上跑的学一个，来学一个，屎壳郎。你这个生活太乏味了吧？要么擦屁股纸，要么屎壳郎。屎壳郎多恶心呢！你这一个小动物有什么恶心的？小动物有很多啊，没有学这么恶心的。这个谁说的呀？没有人学的。卡哇伊的屎壳郎。你觉得屎壳郎卡哇伊？屎壳郎一个小可爱。没人能学这个。我们就能学。你能学？对了，那你来一个，我们大家看看，看看屎壳郎，让你看看什么叫逗哏的屎壳郎。我跟你讲，逗哏的屎壳郎，真是没有能耐，还在这狡言善辩的。这还是小白屎壳郎，你瞧瞧。啊，还挺白，嗯。走走走！你什么呀？你干什么？我配合什么？你配合我？我配合你？你学屎壳郎，我成粪球了我。你得滚！我不滚！我这上班呢，你这得了吧啊！该休息休息。
上哪儿都上班去。你学个粪球你都不专业，你知道吗？那没您学屎壳郎这样的，半天什么都学不了，还得。您别老说我，那您什么行啊？什么都什么我啊？什么都不行，怎么的？什么都不行，您这讽刺我。咱不是行不行啊？站在这个舞台上，有我师傅郭德纲，对不对？嗯，人家能耐大，嗯，咱得向人家学习。是，德云社能走出国来，啊，不得靠人家吗？对，那是德云社的扛把子。没错。现在来说，你先等会儿，扛把子不是好词儿。大哥大了，这也差点儿。首脑，不是，咱得换换了。头目。我没说明白是怎么着，话事人，你这要了亲命了，你这说的咱跟黑社会一样了。德云社团，对，德云社不是社团，德云社团体。哎，对对，我认为我师父是我心目当中的扛把子啊。您自己这么琢磨着，排名都第一位。嗯，第二位谁啊？谁？于谦，于老师。啊，于老师，外号山鸡。嗯，来。古惑仔呀，两个人叱咤风云呢。哎呀，古惑仔又顶吗？我得楼打铜锣湾咖啡啊。啊，你还有方言，嗯，这不是粤语吗？这还行啊。嗯，人是排第二位的啊。哦，了不起的人物。第三位谁啊？谁呀？第三位的岳云鹏，小岳，在德云外号叫什么皮来着？啊，不提他，切掉，切掉，切掉啊。小月这名字很健康啊，哎，咱们就为了环保。嗯，对，没听说过，真都是名人，人都是明星大腕。嗯嗯，我们还是个人名。对，小人物是，但是站在这个舞台上来，就是慢慢的给各位表演。对对，把最好的一面的奉献给各位，展现拿手的。尤其人今天来了这么多朋友，嗯，带着朋友来的，带着媳妇来的，嗯，或有带着朋友的媳妇来的，对不对？哎哎哎，别瞎说，哎，就是为了开心。没有，就是为了快乐。没有。不要那种快乐啊！有带朋友的，有带媳妇儿的，没有带着朋友的媳妇儿的。有，你听听，太单纯。这不是这墨尔本真好啊！什么年代了？那我也想移民了我。我跟你说，我还不说是谁，您说什么呀？这楼上楼下这么多人啊，咱简单的调查一下。您怎么调查呀？这么着，嗯，带着自个儿媳妇来的，举下手我看看。我也看看。没有，你喊什么呀？这都是别人媳妇啊？不是的，肯定有。玩的也太开放了。您呐，您不要这个误导群众啊！有举手的，我看见了啊。但是就是我正面这桌的啊，这一对儿，哎。太逗了，哎，大哥刚要举手，大姐给摁下了，别举。嗨，别举，别让人看出来，别让人看出来。得了，这仨大屏幕现在全看出来了。哎，这有没有一个镜头给一个镜头？别给了，别给了。就要问问你们，是两口子吗？怎么边上这桌说呢？怎么还在串桌的？别闹，真是！哎呦我的天，哎呦，我说是两口子吧？嗯，这大哥在这点头，大姐在摇头。哎，别玩笑啊！嗯，是不是两口子？没关系，是两口子，祝你们幸福。哎，不是两口子，祝你们平安。对、哎，别听他的啊！没事，四个人好好过呗。没完了是吗？四个人还好好过呀，人这一桌嘛，对不对？人带着朋友来的，不像话。就是为了开心，为了快乐，嗯，对不对？人活着就应该有一个让自己放松的阶段，哎，愉悦自己，听一听相声，开心快乐嘛。是，把别的工作呀留到明天，留到以后上班的时间再说。对对，不要有学有些人，有些人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加班加班吃饭睡觉加班加班吃饭睡觉加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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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这差一秒我就救他了。生活太乏味，哎，比较悲催。来到这儿听一听相声，嗯，对不对？像我们来说，德云社优秀的人才今天来了大多数啊，哎，来了不少。主要我师父领衔主演嘛，嗯，我们这些呢就给大伙一个熟悉剧场的过程。我们开场，这叫什么？破车别爱好道，嗯嗯。但是呢，也要把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奉献给各位。哎，应该来这个。拿我来说吧，您怎么样？好唱。哦，您爱唱。哎。
德云社当中都知道我师傅好唱，嗯，人家京评帮曲没有不会，对对，样样精通，全能来，小曲小调调门也高啊，太平歌词怎么样？我师傅在台上经常唱，那是我们本门的唱，本门唱，咱学两句啊，您学学师傅，就在学我师傅的感觉，哦哦，唱太平歌词的感觉。杭州美景盖世无双，一点都不像，差太远了，可能是高了。对，杭州，哎哎，美景，我说，盖世无双。您哎，那别踢了，这能踢哪儿去啊？这不有一个身上吗？您这不要来这个啊！我那意思是，再这样咱俩就死这儿了，你知道吗？别来了，没完了是吗？知不知道回去的飞机票没咱俩了？咱俩偷渡回去吧。咱俩偷渡，游到一半咱就让鲨鱼吃了。那别闹了，我师傅的，咱不瞎说人家。嗯，学人家就学不了。那是。但是话又说回来，怎么我来他也来不了？不是，您这话有点大了，您什么比他还强啊？唱歌。哦，歌曲对不对？嗯，唱歌来说，我师傅就差点，因为唱歌来说，现在属于年轻人都喜欢。对对，尤其作为我们这些九零后的孩子，哦，对于流行，完我还这回拦晚了，你听听，谁吁的？再吁一声，我就随便说说。干什么呀？啊，您这怎么就九零后了？您别闹，别闹，别闹，就作为我们这些零零后的孩子，嗯。没有再往年轻了说的，作为我们这些八零后的孩子，对，哎，这个我倒没有想到啊。八五年的，我想了解了解。八五年的还与我清朝的，你看我这刻的字反清复明，你看看，来来来。行了，没必要。你干嘛？我就拉拉扯扯，你给我撒开。不是，我是拦着点，您就说，您我表呢？我表呢？咱别闹啊！咱手也太快了，多得快！我这拦您，我表呢？我戒指呢？我六个戒指没了。还六个戒指？你六指啊？我这儿一扳指，上面顶一戒指。疯了，这穷疯了，这都不是穷疯了，您这玩笑吗？反正玩笑啊，您这说您真是真是八五年的哦，不玩笑，八五年本命年，我穿着红裤衩呢，嗯、本别，咱们都别你八五年，本命年，那你拖吧，这我没办法救你了，这是什么呀？哎、拖得单加钱，好，加多少？五毛的，请你出去。五毛，一块，两块，一块五，成交了。有零有整的，挺好的啊。怎么连超过一百的都没有啊？哎呦，你这想瞎心了，这是。我也不信他们这个，真的。上次就有一观众喊10000块钱包你啊！我的天，我门口等俩小时没来啊。好嘛，合着您去了？我去什么去呀、啊？您去等着人家去了。我没去啊，我是受不了这种人这种诱惑。哦、我说良心话，那不还是去了吗？不是，我们咱不说年龄啊，就说心态。您喜欢什么？真正的就是八五年的，可能长得稍微的那个做旧了一点，做旧了。对，你以为你是青铜器拿尿呲的呀？谁青铜器现在尿呲的呀？这脸有做旧的吗？就说长得老就完了，略显那么沧桑了一奶奶。嗯，什么叫一奶奶呀？就那么一丢丢啊！啊，您这个量词好生动啊！但是心态依然年轻哦。现在年轻人唱的歌曲，咱们多少都会点。您给我们来来，我们听听。对呀、啊，好多流行的歌曲啊。啊。比方说那个TFBOY 呀、啊，大伙、哦、那仨小男孩是吧？对呀、啊。比方说，你看《南山南》。哦，马迪，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穷极一生做不完一场梦。南山南，北海北，北海有你美。谁呀？怎么了？谁妹呀？你妹妹在北海教的我这首歌吗？您别连一块儿瞎唱的。她妹妹90后的小姑娘，嗯，就爱听这个。对，还有什么薛之谦？哎呦，好好。什么是丑八怪呀呀呀？哎呀，别把脸扭过来。没完了是吧？我用你夸我？这歌不给你唱的吗？哪有给我唱的歌啊？这经常有这种，现在人都喜欢听歌嘛，嗯，喜欢这种，我也喜欢听歌，但是我跟时尚还跟不了。怎么呢？你像跟时尚，人家现在听歌都是劲歌热舞了，都这年代了，哦，对不对？什么嘻哈，对吧？啊，哎，什么蓝调，啊，哎，还有黑炮。嗯，什么 R&B？ 我跟您说呀，咱这药千万别停，您这什么意思？您怎么四种曲风一个动作？这流行范儿，一看就不会。到夜店去看看去。您还去过夜店呢？著名的夜店哪儿啊 ？Seven Eleven。行了行了，别说了。到那平汤。丢人了，丢人了！我说叫方便面。好嘞，好嘞，好嘞，丢人了，丢人了啊！我那六个戒指还你了，不是？我不要，退给你。退什么退？夜店 Seven Eleven， 啊，那是24小时的超市，不是夜店的。夜里开的店，夜里开的店就夜店。对喽。哦，那太平间还是旗舰店的？怎么想家了？我不是清朝的。你快回去了，您。您压根儿就不会。夜店风格都。黑人音乐、嘻哈范儿，什么死亡金属、摇滚金属、重金属那种。你说哪些金属没用？戴着大耳麦，穿着 T 恤衫，上面T 什么衫 ？T 恤衫。我这个天哪，你这舌头反潮了是怎么的 ？T 恤衫。不是，哎 ，T 恤。T 恤衫。T 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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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恤衫。你随意吧。穿着 T 恤，嗯，下面嘿。能说清楚？下面穿着低腰牛仔裤，腰带必须系到屁股以下。哦，流行范儿这种感觉。腰带系到屁股以下，怎么了？那挡哪儿了？人家方便啊。方便什么呀？方便方便啊。你穿一开裆的不就完了吗？这不行，那太逛裆。别掉。太不要脸了，您这个流行范儿啊！啊，大伙好像都是那种哟哟哟哟，在那桃花您盛开打碟啊！行了，搓碟，行了，搓碟，这什么这是？搓碟，你再来一遍啊！这是搓碟吗？对呀、啊，这不是搓脚后跟的吗？这。你们家搓脚后跟这样啊？再者说了，怎么黑人音乐、死亡金属，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黑人音乐，乡村音乐吗？您这乡村不乡村的，这不是这么村的呀？乡村音乐，哦对，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这样那是东北乡村音乐，啊？所，我的老家就在这个屯，我西这个屯里土生土长呀，大气了许多，是不是？神经病吧？是不是让浪屁抽着了？说嘴儿，光天化日，咱俩就大马路上亲嘴儿，下了大雨一块淋，咱也不用跑，大不了回家一块冲个澡，都是老夫老妻，咱之间还用见外？没事接茬出个风，咱反正见怪不怪。润润我的嗓子，喝瓶百事的可乐，打动你那心灵那必须百事情歌。看我把这黑色音乐做的五彩缤纷，看我把对你的爱做到返璞归真。无拘无束，自由是我歌里的成分。看看多少人又羡慕嫉妒恨，俩人百五在一块就没有什么苦闷，哪怕一块坐牢，一块掏大粪，要要切克呢。哎呀呀，小心点别掉下去啊！
行了，这个还可以，这个、还不错，都这范儿、啊。嗯，当然你现在不是我愿意学的，我不会这个。你是大骗子，不会这个唱那么溜骚。现在你到哪儿都是这种节奏的，广场舞大妈都跳这种节奏的歌。是吗？对呀、啊。啊？什么？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套马杆。给我一片清风，吹开向远方。给我一个汉子，我用一个晚上。我得问问，说了半天嘻哈，说了半天黑人音乐，越来越乡村，越来越土气，你压根儿就不会这个。谁说的呀？流行范儿，哟哟，来点咖喱味儿的牙膏，这韭菜味儿的香水。哪个广场？就那个最大那个广场。哪个？那广场。别瞎说了，那哪个大妈广场舞一边跳一边唱，给我一个汉子用一个晚上？那给几个汉子呀？我没说几个汉子，几个晚上。我没说几个晚上。哦，几个大妈。什么呀？那你问什么呀？您呢？我就问您怎么能唱成这样？那不对呀。不，这人家不对，你不要注意这词儿。怎么？咱说这个旋律。旋律是？这个词儿唱什么都行啊。这旋律我跟你说，唱周杰伦的歌都正合适。没听说过呀、啊？你咋没听说过呀、啊？怎么能唱呢？一个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都这个节奏吧？对呀、啊。唱周杰伦的歌，比方《青花瓷》啊，对不对？天青色，灯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蜀汉里放前朝的飘逸，而我只为遇见你伏笔。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习武之人不去一身正气。巴扎嘿，啊，合着大妈是等周杰伦的是吧？现在的潮流哦，是是，这个节奏的听过吗？这干嘛听过吗？我也知道，从这个节奏过来的吗？这必须是。这个节奏代表人物知道谁吗？谁呀？凤凰传奇。那还用你说呀？一男一女吗？哎呦，组合，这也知道，好多歌呢。你要行的话，咱俩来一回啊，学一学人家走向世界呀、啊。咱俩来一回，对呀、啊，可以呀、啊。来哪个呀？来有他有个歌叫什么《狼的诱惑》，这歌我还真会。来嘞，哎，这回你来这个脚后跟这个角色行不行？我凭什么你来脚后跟我就来脚后跟呢？来这个逼爆，我就不能来个磕膝盖什么的？我，你来后脑壳，哎，这回非得戳破了。你来这个，我来这个，我来这个主唱，你来这个伴奏。B-box 怎么样？好的，我跟你说，他这个 B-box 我特别的好。不是，咱说这儿不能缓气，您知道吗？这你放心，来啊，试一试啊，来。好想唱情歌，嘿嘿。是不是你这个 B-box 过于苍白了一点吧？会越来越好的，会越来越好。嗯哼，好好试一试试、来。好想唱情歌，嘿嘿，看最美的烟火，哟哟，在城市中漂泊。Come on， 我的爱为心颤抖。Check no， 曾经嘿多少风雨中。爱上了寂寞，又又凝望夜的星空，嘿嘿，枯萎了所有，嘿、hey ，是狼给的诱惑，嗯呐，风干了寂寞，咋的？这渴望的天空，干啥去？是我的所有，扯犊子！你走，去死行吗？这多好啊，这个在嗯，那咋的，扯犊子都出来了。对呀、啊、我跟那智能方丈学的嘛。哎呦我的天哪，您哪您想觉得我这不好，能不能别那么粗俗啊？您嫌我这不好，您也没有好的。谁说没有好的呀？啊，咱有自己的代表作呀。您还有代表作呢？当然了，啊，有一首自己的单曲叫妹妹来看我。哦，这是关于德云社的一首歌。
是吗？真说哪位哥们儿啊，哪位哥们儿要是单身的话，一定要把这歌学会。哎呦呵，听我的，肯定会更单身的。啊，那您这歌叫《咒怨》还差不多。谁说的呀？能找着，能找着男朋友。哎，对，怎么找？哎，不要这么前卫啊，无所谓啊。嗯，来了，大伙听一听。嗯，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从那小路来，小路上面的毒蛇多，我怕要了妹妹的酒。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坐那飞机来，飞机上面的大款多，我怕妹妹跟他们过。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坐那公交车，公交里边的坏人多，我怕妹妹被他们摸。妹妹若是来看我，不要来到德云社，德云社里的流氓多，流氓头子他姓郭。别唱了。